江云泽，你和顾良要拍新戏了，为什么不和我商量？为什么要和你说？这都是为了公司好。学习演技好，又卖座，顾良会赚钱有能力，跟你出来干嘛？江云泽，当年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是说过，我才是你唯一的女主角吗？你去照照镜子，你还是当年那个你吗？你，我们俩都快要结婚了。 我让你有事，我商量一下有问题吗？凉凉，在忙吗？在忙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送花啊，拿着。听说你这次要准备开新戏了，是不是得合作呀，凉凉？合作，但是你能不能不要叫凉凉？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吉利。那我叫你什么？亲，哎，要不叫姑姑吧？姑姑，姑姑，我一秒变杨过，你就是小龙女啊！还是叫凉凉吧。哦，你这次的新戏我可是和很多平台都说了，全是一线的推荐位。为了庆祝我们合作愉快，是不是得一起吃个饭啊？吃饭啊？啊？再约。 约，啊！你关门了没有？锁了锁了，我还特意检查了。小时候我妈经常会莫名其妙出现在我的房间，把我吓一跳。我婆婆真的很可爱。那你愿意当她的儿媳妇吗？那倒没有。嗯，不过我打算公开咱俩的关系，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有这么好的一个男朋友。 咱俩不是早就公开了吗？嗯，如果你能这么想，我也很高兴。你以后就是正经的叶少的女朋友了。